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孝父母，不敬长老。见他人有孝父母、敬事长老者，常称慧之，不喜作善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常得噩梦，二者为人所憎，三者恶名闻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。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必性不昧，为众人所憎。今见有不昧即性为众人所憎者，皆从故事宿命、不孝父母、不敬长老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，可孝顺敬事长老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孝尊老，无有礼节，轻易骄慢，自用自强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失王职位，二者自欺身，三者不为人所敬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。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人，当作下贱丑恶，为人所轻易。仅见有下贱人，皆从故事宿命、骄慢、不敬尊老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得财产千贪不肯布施，不爱是诸家贫穷者，不给与之，不共事沙门、明经道士，不盖不与乞儿。若病人食饮不敢自保，衣被不敢自玩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一为人所不敬；二者人皆呼守钱奴；三者恒河惭愧；四者多恶鬼，勤苦不可言，或千岁百岁不能得水饮，遥望见江湖，若溪谷水，走往欲饮之，水便化作硝铜，若脓血不可饮。如是勤苦，不可屡说。五者从恶鬼中来出，身为人当贫穷冻饿，从人乞丐及骨相之助，乞丐不能得，人当唾骂之。今见有贫穷乞人，皆从故事宿命、千贪不肯布施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千贪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人，不喜枉问度世之道，嫉妒高才，诽谤贤者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不会，二者少知，三者不为人所敬，四者入泰山地狱。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身为人愚痴，无所事知，与畜生同力。今见有愚痴不别白黑者，皆从先世宿命不喜道德、嫉妒高远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可行道。佛言：人求寿得寿，不求寿不得寿；求病得病，不求病不得病；求端正好色，得端正好色；求丑恶色，得丑恶色；求媚得媚，不求媚不得媚；求下贱得下贱，求富得富；求贫得贫，求明经小道得明经小道；求愚痴得愚痴。人作善得善，若甘福得上天；若为人得尊贵，亦得端正；若人作恶得恶，若甘罪或入泰山地狱中。
或堕恶鬼中，或堕畜生中，设得做人，当作下贱贫穷，无所事之，亦复丑恶色。如人种苦得苦食，种甜得甜食，常食。譬如种五谷，种稻得稻，种豆得豆。如人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矣。传远疏通介于太察，笃信守一介于拥蔽，勇猛刚毅介于暴乱，仁爱温良介于不断，广行浩大介于狐疑，陈情安舒介于厚实，可消一己介于票籍，多人长辞介于无实。贤者且守戒，行之有三善，渐进多求于受尽受天身，诸戒行已尽，以会至易行，行至必当至，悉断所当受。从戒可灭痛，三世戒在上，致使邪毒龙，不犯有戒人。善哉有戒尊，以性可为伴。世道非凡言，故名戒有尊。戒尊善可护，身中不见烧，既卧于夜安，以梦复欢然，为众所见尽，立善自为身，法见自为尊，舍世为天王。我是世独尊，我已脱世幻，昔是人天世，有我小魔兵。为佛历勤苦，累劫不可数，往来五道中，未能具师旅，皆逆续觉得，好乎见世短。今日礼佛者，一心皆插手，从礼得上天，人中得长寿。佛尊觉第一，以贤惠具足，当前礼法众，恩德若江海，是以无眼说佛之圣典籍。从本起因缘，所行有善恶，广采以专利，随经意要去，即续如佛旨，所作央服事，佛以自觉法，范事来下请。尊乃山说经，制药难见闻，苦从苦因缘，苦尽乃为尊。如应八道尘，苦灭是为尽。从行有苦果，人雄之所演。事本为从心，劳行从事有。众劳除欲者，是行之妙药，故谓次第说，诚如大圣尊。是故著经典，令是观摩法，何因正无疑，智者所宜取，亦非神所化，令祸福无缘，亦非性自然，有非时可传。在天岂无缘，时与性亦然，殊胜与不胜，其实非无形。从痴至有劳，思劳从行至，以作托付过，听此非一倍，超坠精妙旨，即虑之杂药，足之事所由，物不各分明。神化解疑结，已经现世间，善行有福报，当可不是此，以作不易行，其死多恶道。及时见阎王，王哀便细数，因而老病死，见已当就罚。只有五十者，何为不修德？身口意所行，为戒施为上，耳毒何至念，而能不为善？是时有罪人，闻王以法见，自愧无良操，入部而对曰：但以轻恶有，闻凡非法言，作以贪着故，不能修得善。王曰：人难得，性德悉不善，唯性何难悟，冤造迷离行。如本心思恶，则非父母为，非沙门道士，非君非我教。愚痴快心意，作此不善业，自身之所为，今当受其报。造以五十者，中正之言悔，然后言法王，默而不逾欲，而乃入罪入，至于阎界中，千将入地狱，
奸恶圣皇惧，使入黑神狱，大小并欢呼，刺入阿鼻魔，赤火烧其形，道及其热土，尽射肺灰水，铁玉凡十六，自到刀叶树，为人犯恶故，另有此淋漓，故列其本行，赐现所应受，至于千亿岁，生生而折杀，由是结怨多，贼害贤人雄，声望哪无过，敌败人朋友，常喜缠恶人，死入黑神狱，有持多诈变，只至酷虐人，后更山积泽，导之以铁杵，为人好杀生，马牛怒羊屎，鸡犬及猪虫，亦更山积泽，持贪怀怯弱，苟以毒害彼，求财不用法，铁轮立其躯，适量以利交，伏彼无利者，喜施恼于人，常为相所踏，今生恼父母，沙门婆罗门，饶故令欲毒，后生被热炙，或卖及父母，人贤奉道者，及他所当尽，后世更主治，或邪从受取，正入无辜名，然后身长烧，欢呼毒痛身，亲人以一己受祭而直抵，后烧在火室，大呼无谁救，非法言是法，是法言非法，业毁谁无甚，后生阿鼻狱，学居庙堂尽，而为过失行，由是令谤贤，从事入深狱，起捐赠善业，从邪乐得生，后生莫混中，但混虫为食，放火凡草野，以害诸虫至，后入鸡心狱，烧之如野火，因贼轻后者，屈为利刀刺，啄鸟铁耳狗，环转共食之，若有坏法桥，谤善至德者，多遇道见月，屡刀刃之道，犯人妇女者，俱屈有百足，容貌似美女，余有便觉之，好乐于淫逸，放逸于人妇，思常于苦会，生攀报次数，若为诸巧变，杀水所生虫，杀后堕沸汤，灰河之中生，借贷不归者，身常被铁钩，钢铁烧铜燃，羊铜以引之，怀恨亦愤怒，果敢为非法，见人穷苦喜，死为阎狱鬼，身作不善行，死即入地狱，其痛不可数，一切但有苦，如是以具说，地狱种所行，听解畜生事，恶鬼及鬼神，身亦各有三，口思为不善，造扰心宿变，死堕畜生中，若多淫欲态，后生为吃虫，阉割揪鸳鸯，孔雀亦飞蛾，喜服抓锤者，后世多受恼，自为象马牛，称会死成蛇，骄傲常慢人，后生为猛兽，轻易者后世为猪犬狐驴，常内怀嫉妒，心意不依住，后世为猕猴，强面目成鸟，迁贪而邪狂，多行盗贼人，死后为猫豺，虎狼肉食兽，不失多嗔怒，持心不止。